哟 ，Hello， 欢迎来到自告的收藏，我是橘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景品的常青树系列，艺术王者 King of Artists 的海贼王戈迪罗杰。本次的预购价为台币360元。这款罗杰上下半身需要另外组装，组装完成后，左右手还有卡榫需要插入腰上的黄色绑带。但唯一最让橘子我纳闷的是，左边的绑带还多出了一个洞口，手上却找不到任何符合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洞口的作用到底是如何呢？接下来再来安装刀柄与头部就大功告成了。这款罗杰是需要底座才能站立的，整体的高度约有23公分，在整体的细节雕塑和涂装上，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了背上的大衣用色较为的朴素之外，正面来说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尤其是在头雕方面，额头与鼻梁上有描绘出青筋边缘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的有如动画中的带入感，加上面相的还原度也与剧中的样貌非常的神似。除此之外，粉红色衬衫的皱褶与肌肤的纹理都让这件作品的细节资讯量增加了不少。虽然以一般人类的肌肤并不会出现那么夸张的皱纹，不过套用在人形上却感觉不出太多的违和感。另外在靴子的前端似乎有防止前倾的设计，不过视觉上来说稍微有点怪异。最后就是披风方面，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做工就相对简单了一点，所以带有了一些塑胶感。综合来说，艺术王者在过去一直是被大家公认高 CP 值的景品系列，虽然近期作品的品质不稳，但这款罗杰似乎恢复了往日的水准。不过这系列向来也是被诟病说比例落差太大，所以同系列的作品摆起来其实并不搭。那今天我们罗杰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最后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哟。那我们下次见。